就让我们好好的许久不见的白安再次登上麦田音乐节，隔离后首度公开在北京演出，仅十度的天气依然敬业献唱，也大声说出对粉丝们的思念。我很想念今天，就是在阳光下在音乐节里面唱歌的气氛，我也很想念很多很久没见的朋友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最想见到你。就让我们好好的在去拆散未来会有多少风雨，谁都说不准明天是这样的天气，只知道醒来最想见到你。并肩手的黑我的蓝，我不安分的红色，我的灰我的彷徨，不确定的时刻你是吧，这茫茫人海里，我不要变得透明。